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是微星万图仕 RTX 3070的开箱视频。那么这款显卡呢，是我朋友抢购的，他到货的第一时间呢，就开车来我家和我一起拍这期视频了。原本3070显卡刚出来的时候呢，我是挺想买的，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这种换卡的欲望呢就渐渐的淡去了，就感觉没有换卡的必要。而且呢，这个月还有 Xbox Series X 的发售，相较于换显卡呢，我更期待新主机。而且我也舍不得卖掉我的 2070S 啊，特别喜欢这款万图仕的3070呢，是双风扇设计的，232毫米的长度，52毫米的宽度。那么呢，它的显存呢是 GDDR6 8GB 显存，256位宽，双8pin供电，650瓦的建议电源。关于这两块显卡的温度表现呢，其实也没有对比的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2070 Super 呢已经装了 AlphaCooled 的北极蓝的水冷，那么呢，它待机的时候31度，满载的时候45度。而且机箱的盖子是没有打开的哦，我之前也有做过北极蓝的水冷安装的视频，还有温度的测试。由于2070 Super 呢已经装了水冷，不太好拆，所以说我就把它放在旁边，然后换上3070插入插槽，就这么开盖子测试。这款3070呢待机35度，满载的话最高77度。由于最近要做很多期视频，时间非常的赶，所以说待会呢就简单测试一下这两块显卡的性能对比。这块显卡倒是有点特别，当我同时插入 DP 线和 HDMI 线的时候呢， HDMI 是没有信号的，当我拔出 DP 线的时候呢， HDMI 又有信号了。当我更新到最新的457.09驱动啊，目前3070就只有这一个驱动，更新完了之后呢，两个接口都有信号了。然后接下来在测试的时候呢，突然花屏，然后蓝屏死机，这种情况出现2-3次了。然后我换回 2070S 之后呢，一切正常，不会花屏，不会蓝屏死机，而且都是同一个版本驱动。顺便一提，我安装驱动的时候呢，都会执行清洁安装，就是卸载掉上个版本驱动的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安装全新的驱动。还有就是我测试游戏的帧数的时候呢，后台是开了 4K30 帧的录制的，因为我平常都会录制 4K 的视频。那么呢，录制 4K 视频的话，本身录制软件也会占用系统资源，所以说游戏的帧数呢并不会特别高。如果关掉录制软件的话，游戏的帧数还会高很多，就比如说增加个5帧或者增加个30帧，不同的场景的涨幅情况是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也可以一台电脑录制，一台电脑来跑测试。但是呢，我还没有买 4K 的录制盒，我本来想买，不过呢，我还是想等新产品的发布。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3070和 2070S 的性能对比，就结束本期的开箱视频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就记得点个赞，点击旁边的订阅按钮，还有小铃铛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也不要忘了关注 UP 主的 Facebook 还有推特，还有 IG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